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这辆车现在还可以跑46英里的油，所以说我现在去加一下油看看要多少钱。现在的油一个加仑是4.4块的，普通的油4.4块，最好的油是4.9块。我那辆车的话，雷克萨斯那辆车的话要加这个4.9这个，但是手续还没办好，所以说现在还是开这个塞纳。塞纳是那个6缸的车嘛，GX-460 的话是8缸啊，所以更耗油，油更贵，更耗油，估计可以加到15个加仑，15个加仑不到就加满了，大概加了60美刀。